都是渣男，这辈子都不想恋爱了。老妹儿出来喝点不？我哥们都搁这呢。切，定位发给我呀。盘点意想不到的神反转。我刚不小心撞到一只鸭子，这是你们家的吗？不是呀，我人家的鸭子没有那么扁。还有一瓶梅子。梅子，那我闺蜜说来大姨妈吗？咱换做冰你别为难我，大夏天的，煮啤酒只有冬天才有。再说了，我来的时候我也喝了呀，大不了就绝了呗。反正你直接说吧。绝交跟绝经，哎呦你妈！快乐就是当你，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，快乐。给我吃一口呗。这，你干啥呢？嗯，你有病吧？啊？吃什么吃啊？吃。丢了！羊没了，羊没了，羊没了，羊没。我结婚你能来不？不行啊，兄弟，明天真有事儿，哦、去不了啊。那行吧，哎。那你能不能来？他来不了。他结婚的时候你跟他给他忙里忙外，现在你结婚他来都不来，他什么意思呀、啊？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兄弟，他现在多难呢，刚离婚，净身出户，那房子那车子不都给你了吗？哎呦你是啊，如果是说他违背父母意愿呢？现在别说了，那就是犯强奸罪。不是，我是说如果我强行在你愿意的话啊，那那不还是违背父母意愿吗？还是违背父母意愿吗？相亲对象吧？什么呀，你个臭鸡蛋，谁跟你一起相亲啊？人家相亲都什么奔驰啊宝马呀，你有什么呀，你个臭鸡蛋。我有这个。老公，我们的孩子以后叫什么名字呀？有病。哎，小心肝。看什么小宝贝儿呢？来，你站着白等。哥，没必要吧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没必要。你刚才文章的说我，你啥事没有？你非得撇胸上去踹他一脚。现在好了，等我一线，你必须为这事付出代价。你可见，你可见，站着白等。我的腿正常与前面的距离是17厘米，现在居然有19厘米。你怕被我发现，你想调回原来的位置，但是你又不知道原来的位置在哪儿。其次，外面现在-25度的天气，你居然打开了所有的车窗。你又不会抽烟，你想放一放其他女人的味道，我说的对吧？你有病吧？咱们这是网约车，你能坐坐，不能坐滚。嗯，师姐，买十斤便宜。五块，行，正好50。不是吧？你不能这么做生意啊！你要这么我也买十斤的。行，那你也来十斤。来，
十斤50块钱，给你的，刚才这20给你。你这么弄，你谁？你谁？你要不要我？哎呀，你要是有10万块钱，愿不愿意给我？给你啊，肯定给你。那要是有10万呢？嗯，给你，都给你。那要是50万呢？你放我裤衩子了？你还我，你还我，我就58，你还我。没有。是不是在我闺蜜朋友圈下面留言的？对啊，她不是晒她刚出生的宝宝吗？我就评论了一下。你下午评论啥？我就说这孩子长得不像我。你是个混蛋！这我就开个玩笑。你是开玩笑，她老公当真了，拉着孩子做鉴定去了，结果孩子不是她的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人家老公非拉着你跟孩子做鉴定去。这至于吗？那又不是我的，我能咋整啊？快点，我也想知道孩子到底是谁的，快点！哎呦我的妈！是吗？我们和好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什么时候？有几个月吧，朋友圈都发了。是重庆那个吗？嗯，我跟你还是聊的，我怕他会吃醋，我怕他会吃醋。好，那我现在登重庆的号和你谈。来大哥，什么？东北那个也是我，知道不？本来拿串了，说弄好了。包是吗？要挂名。我叫满山的猴子，我定最红。哦，第一份。啊、群里面第一份的吗？对。你喜欢这样的？啊，多好看！我跟你说，就这女孩我要娶回家，我对她一辈子好。我跟你说，我一辈子我对她不离不弃的。那你上去要个联系方式去。我不敢。你这有什么不敢？赶紧去，我帮你壮胆。我去了。快去快去。这女孩我得对她好一辈子。你多好看、啊、你还挺满意的，你呢？我觉得你也不错啊，什么时候我们去把结婚证领了吧。说起结婚呢、啊、我突然想起一个事，我有个弟弟，他傻到什么程度，他结婚居然拿出了身份证，拿着我的去登记，你说搞不搞笑？我知道后立马把婚给离了。你不会介意我有一个这么傻的弟弟？当然不会啦，我也有这么傻的时候。上次我切菜的时候，不小心在肚皮上划了一个10几厘米的刀口，你也不介意吧？小了，格局小了，怎么会介意呢？老婆，你干嘛去了？找我闺蜜玩去了。怎么又是她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找她玩，她不是啥好人。咋了？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前女友啊，你用不着这么损她吧。别跟我提她，之前我对她多好啊，天天的她想吃啥我给她做啥，喜欢啥我给她买啥，连工资卡我都给她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她为啥要跟我分手。我欠的。说你昨天被老板开除了，你被老板开除的原因是什么？昨天老板叫我拿计算机器来办公室，我就多问了一句话。多问了些什么话？老板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个嘴长得挺好看的。那一会儿让你亲一下。那你，你的身材也挺好的。那一会儿给你抱。我觉得啊，女生的小孩一定很好看的。那一会儿带过来给你看看。没什么变化呀。现在就是他喜欢的样子。发个传单就往车上一插，也不管人家要不要。你看这地上，黄金，现在谁还有闲钱买黄金啊？买个房吧，现在房价这么低。我就是头顶就打薄一点，然后两边鬓角是留着的，然后刘海咱们稍微剪一点点就可以，就是到眉毛那儿剪碎一点吧，剪那个微分碎盖行吗？老板，行，先走。好，OK。
太喜欢你了。啊？什么日子知道不？母亲节嘛。也不打算送什么礼物？那这样吧，你给我转200块钱。我过节我给你笔转钱。没有我，你怎么过母亲节啊？啊？你说啥？漏了。那咋整啊？你买去啊。不是，你净玩我这地儿，我上哪去买去？想办法，快去啊！行，你等会儿我啊，马上回来啊。姐回来了，姐。给啥？这啥呀？我鞋垫啊。你鞋垫、啊、干啥呀？都免了，他妈凑合用呗。先客厅为你留个灯，你带女人回来的时候轻点，别吵醒了。我早上8点醒，你俩早点走。那沙发留给你，床留给我，我明天早上6点钟，我们不会耽误你。行，那你还爱我？我爱你。